谢谢大家。说实话很兴奋。嗯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德云社呢，现在来说可能，越来越火了。哎，大伙都了解。网上有很多人说，我们师傅有一个能力。什么能力？点石成金。哦。金手指，点谁谁火。有这个能力。有这个能力。那肯定的呀。这两天，很幸运。怎么呢？我被我师傅点了一下。哦，让您点了。点了。哦，很兴奋。我当时一直认为谁能力强，点谁。对呀。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点我只是因为，我脑子不好使。那不是点哪哪火，师傅可能哪里不会点哪里。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去火了啊！而且人家也说了，说什么呀？现在想火，有别的办法？什么办法呀？成团。成团？太对了，成团一定能火。成什么？你听说过吗？啊！现在特别火的一个，SHE。可能没听明白。解散了，早解散了。挺好使的，挺好使的。但是这场说实话，老秦有点吃亏。没有，前面都是他那种包袱，刚才都响了，还挺意外。人家给自己起的名字叫什么 ？SHE。对，我也给自己想了一个。你叫什么呀？符合自己身份的。哦，叫 SHA。SA。漂亮，你看我这就要火呀，看到没有？一下就记住了，是啊，不，汉语拼音啊，啥？你比你可以了，大伙儿夸你呢，多好啊，多好啊，节奏有点慢，就是尺寸嘛，给秦霄贤写一个，就明显看得出来，俩人也没搭上的，整个那神儿都没搭上。师傅，你说我这个得给他再减一分了，可以了，减一分得。要不你把我那分划了吧，师傅？凭什么呀？我觉得我比他强点儿。错了地儿不一样。那我要组建一个不一样的团体。还不一样？找谁呀？我首先要请的是谁？李诞。李诞？脱口秀？搞笑担当？不是，脱口秀担当？不是，人怎么能搭理你呢？我认识。啊，你熟啊？我们俩熟着呢，是吗？当然了，我跟他啊，就我们俩啊，照过相，照过相叫认识啊，在机场出口照的，那就叫代拍，还有呢，跳舞担当，舞蹈担当，哎，谁呀？范丞丞。对了，我跟他熟啊。也认识？认识哦，拍过照啊。对，机场出口，机场进口。对，他又跑进口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最重要的，有一个音乐担当。谁呀？我已经想好了啊，周杰伦。好，拍过照，机场，滨海。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？你这认识不都是拍照吗？这是谁呀？周杰伦。周杰伦，对啊，跟他们俩不一样。啊，周杰伦，你真认识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想跟他拍照，可是没拍过，这就是。但我有这个想法了啊，我得付出我的行动。不是，你这还是拍照啊？你到底认不认识？我要成他，当然认识他们了。真认识啊？付出行动啊，给他们仨打电话。叫到一个地方，我们也见面了。李诞来了，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了。他都没听，扭头他就走了。他是得走了。走了没关系啊。我还有范丞丞呢。他呢？压根儿没来。人不爱理你。咱们有关系啊。啊。范丞丞不来，就让他后悔去吧。人家后什么悔啊？还有周杰伦呢。周杰伦怎么了？周杰伦当时就坐我边上。哎呦，我汤把我的想法全告诉他。是啊。周董高兴啊，啊，开心啊，是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跟你说什么呀？他用了他的标志性的动作，标志性的，就这个去。哦，不错哦。哎呦，不行啊，不行。还行。好，给你拒绝了。周杰伦也拒绝我了啊，完了，
成团，我成团的梦想也算是破灭了。对呀，但是我还是高兴的呀。你高兴什么呀？我和周杰伦拍照了，还是拍照了。难为他，不容易了，这就啊，这就算不容易。嗯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尚九锡、高小贝。今天看到很多的现场的好朋友，我个人来讲十分的兴奋。哎，将近多半年没有看见活的观众了，多半年没开箱了。是啊，当然很多朋友对于台上的两位演员并不是十分的熟悉，比较陌生，有必要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您说说。我叫尚九锡，我也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尚九锡就是我，我叫尚九锡，我有一个名字叫尚九锡，尚九锡这个名字属于我，你们不鼓掌我就一直在这儿尚九锡。当然呢，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名字不熟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并不是太火，所以来说呢，我可以把我的名字拆开了，每一个字单独的、完整的全都分享给你们，让你们知道尚九锡这个名字怎么写啊、哦！你们以为我介绍名字的环节已经结束了吗？其实才刚刚开始。尚是哪个尚？时尚的尚 ，fashion。英文一个小小的知识点。中间有一个九字，九是哪个九？七八九的九 ，nine。Yep。后边呢还有一个西字，西是哪个西呢？拉西的西。他说拉西的西。你都多余理他，这句咱们录节目用不了。啊，你大哥，谢谢，有点意思。还有表演欲望吗？这坐下边还给我抖包袱，哎呀，他也是多半年没看见演员了。哎呦，哥挺惨啊，家连电视都没有啊。我说哪儿了？哦，我叫尚九锡，拉稀的稀。我用你提醒我啊，当然呢，哪个稀？当然不是刚才他提到这个比较雅俗共赏的这个稀。我的西是就是笔划比较多，写起来有点繁琐，是康熙的那个西。当然呢，英文怎么说？哥来，到你了。这时候我用到你了，上捅词儿啊！你看捅不上来了吧？他拉稀去了。现场求助一下。